行，那么在介绍完指令和选项相关的概念之后呢，那么这节课开始，我们正式的去接触啊一些命令。那么首先看第一个小部分啊，是基础命令。那么这些命令呢，是最简单的啊，也是最常用的一些命令。我们看看有哪些啊。那么第一个的话，先从 ls 开始看。那么第一个指令叫 ls 啊，ls 指令。那么 ls 指令呢，先明白一下这个 ls 表示什么含义啊？含义呢，ls 呢，它表达的含义是单词呢对应的是 list list 啊 list 呢表示列表、清单、列出啊。如果是动词就是列出，如果是名词就是清单、列表的意思啊。所以它的含义呢就是列出一些东西。那至于列出什么，我们可以先来执行一下啊，看看它有什么效果。那么在执行的时候呢，先执行最简单的形式。我们刚才看这条命令的主体的时候呢，说它有主体、有选项、有操作对象，而后面两个呢都是可选的。好，那既然可选，那我先不说后面的东西，我就先看看这个命令的主体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什么区别啊，或者说有什么效果吧。那我们在这里面呢，先来打开这个终端，然后注意啊，我们这个终端现在工作路径在哪儿啊？桌面是吧？哎，行，那我在这里面输入 ls 啊，按一下回车，新文件夹。那这样看的是不是不是很明显呢？那这样的话，咱换一个目录啊，我们换到这儿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斜杠表示我们一个盘的根目录啊。所以呢，这时候我在这里面打开终端，这样的话，咱看着可能比较明显一点，因为这里面东西多啊。ls。好了，看一下它列出什么东西来了，bin 是不是它呀？dev 在这儿，哎，然后 boot 在这儿啊，它是竖着列的啊，竖着列的，bin d bin boot devtc home lib 啊，一共多少个呢？可以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两个十，二十一个，看是不是二十一个。对吧？21个，那说明呢，它是列出了我们当前路径下的是目录吗？那万一这里面有一个文件会怎么样呢？那我们来试一下啊，看能不能创建一个文档，对吧？行，那我再来 ls 一下，哎，是不是有了呀？说明它列出只是目录吗？它不是啊，它是列出了这个目录下所有的文件和文件夹的什么？名称啊，名称啊，是名称啊，列出了所有的目录的和文件夹的名称，哎，所以这个指令呢，它有以下几个用法啊，用法一呢，就是直接在命令行输 ls，那么它的一个含义呢，是指列出，由于后面没有加操作对象，注意啊，是没有加操作对象，所以呢，它表达的含义是列出我们当前工作目录下的所有哎文件以及文件夹的名称啊，就是这个效果，哎，就是这个效果啊，这是第一个用法，哎，直接呢来输这个 ls，哎就可以了啊。那么第一个用法的话可以用之后，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语法之后，说了它这么一句话，说这个对象啊是可选的，哎，我不加的话，一般都是表示自身是吧？行，那么现在再来加一下看行不行啊？所以第二个用法二呢，就是说我需要在 ls 后面去加个东西，那加什么呢？加上一个路径啊，加上个路径啊，加上个路径。那这边的话，哎，它的含义的话就是列出哎什么什么下的哎下的所有文件以及文件夹的名称。哎，那什么下面的呢？就是指定，哎，指定路径下的啊，指定路径下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的相关名称。行，那么现在的话，我要试一下第二个命令了啊。哎，那比如说，我现在要列出什么呢？我要列出我自己加目录下的，自己加目录。我们当前是哪个用户啊？是不是 root 呀？那么 root 用户加目录在哪儿啊？是不是这个里面的在哪？root
，RST 在这儿啊，是不是它呀？哎，那这个路径我该怎么写呢？杠 root 它，哎，有同学说直接 root 它，哎，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或者说有没有哪个对的哪个错的之分呢？哎，所以在讲路径的时候，咱先来谈一个概念啊，先来谈一个概念，关于路径啊，关于路径的啊。那么路径这个呢，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啊，很重要的，多重要，非常重要啊。那么路径的话，我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路径呢分为两种，路径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我们称之为叫做相对路径。另外一种情况呢，我们称之为叫绝对路径啊，绝对路径。那么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分别指什么含义啊？那么先来看一下相对路径。相对路径呢，要抓住一个词，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其实路径这两个词是固定不变的，对吧？那么区别就在于相对和绝对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那么相对路径呢，它得有一个参照物。相对这个词最早接触在物理里面啊，物理里面有一个叫相对速度，相对速度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相对呢，要想谈到相对，哎，首先得有一个参照物。那参照物是谁呢？这个参照物啊，一般呢就是我们当前的工作路径，就是当前的工作路径就是它的参照物啊，所以得有个参照物。那么参照物的话有了之后，你才能去谈相对。所谓相对路径就是相对一个参照物来说的。而绝对路径呢，绝对路径不需要参照物，绝对路径它从哪开始？从根开始走啊。绝对路径不需要参照物啊，不需要参照物，直接呢从根开始啊，根呢根也就是这个斜杠啊，从根开始寻找啊，寻找对应的一个路径。嗯，所以这两个路径的话比较重要，虽然说理解上呢可能稍微好理解一点，但是在后面呢也是恰恰是很多同学找这个路径找错的这个地方，特别是这个相对路径，他真不知道相对怎么相对了啊。那这两个路径的话，绝对路径可能好写一点吧。那像我们刚才这个地方的话，有同学说加个杠，那这个什么路径呢？这是绝对路径是吧？哎，我不管你当前是什么目录，我从根开始找，那根下面就是 root，OK，那就是 root 加目录了。哎，那如果说我不写这个根呢？哎，这是相对路径，相对于谁呢？相对于我们当前路径。那么当前路径是谁啊？不就是根嘛，是吧？哎，所以写不写杠，在这种情况是不是都可以啊？对吧？行，那既然都可以，咱换一个。哎，假设说我现在呢，我跑到这里面来了。哎，我要去 ls root， 我应该怎么办？如果用绝对路径的话，应该是杠 root， 因为绝对路径是不是不需要参照物啊？所以你怎么变跟我有关系吗？没有关系。OK OK 啊，那我现在用相对路径怎么办呢？放点点。哎，用相对路径，这时候呢，咱就得去看一下怎么去写这个相对路径了。所以绝对路径在这地方呢比较好做，相对路径可能就比较麻烦了啊。相对路径的写法啊，相对路径的写法，写法呢这边呢我们只会说一些，比如说啊一些通用的一些标志符啊，在相对路径中啊，我们呢通常呢会用到啊两个符号，哎，一个符号呢叫点儿杠。哎，另外一个呢叫点点杠，点杠和点点杠它表示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啊，点杠和点点杠。那么点杠和点点杠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呢？点杠表示当前目录，其实和不写点杠一个意思。哎，就像刚才说，大家说在这个根目录下我要不写杠的话，是不是直接就可以 ls root 了呀？那其实这个呢等价于点杠 root， 表示当前目录啊，所以这个写不写呢都一样啊。所以这两个符号呢比较常用，它呢表示的是当前
目录下。然后这个点点杠呢，是表示的是上一级目录下，哎，上一级目录下，点杠和点点杠啊，这两个东西很重要啊，点杠和点点杠，一个呢表示当前目录下，一个表示上一级目录下。行，那么这边的话，如果要写的话，那我应该怎么样从这个 Linux 113的这个用户的加目录去找到我们根下的 root？ 那么先去他的加目录去看一下啊，不就是这个目录下吗？哎，这个目录下是吧？那如果说我要往上走的话，哎，是不是先去上一级啊？啊，先去上一级，那么上一级是不是他呀？啊，行，那就是点点杠是吧？哎，点点杠。已经到这儿了，那么这个的话是不是在 home 下面呢？那么是不是还要上去一次啊？啊，行，那再点点杠，那这个时候到哪了？是不是到根了呀？那根下面是不是有个 root 呀？那然后呢怎么的 root 嘛，对不对？对吧？啊，就是这种写法啊。所以这个杠和点点杠以及点杠这三个呢啊，一定要区分开，它表达的含义是不一样的。点杠当前目录下，点点杠上一级目录下，杠表示根目录下啊，三个写法。啊，这个杠呢是表示从根路径下开始寻找啊。哎，所以什么时候用哪一个啊，一定要记得。如果是绝对路径，一定是杠；如果是相对路径，那就是点杠和点点杠，这两个呢就得看情况了。如果是当前目录下，那就是点杠；如果是上一级目录下，就点点杠。行，那现在的话，我们这个路径的话，哎，写的时候来看看怎么写啊。我们回到这儿来，嗯。因此呢，刚才大家说的 ls root 和 ls 杠 root 以及 ls 点杠 root 是不是都行啊？哎，至于你用哪一个，那就无所谓了，都可以的啊。但是一般情况下，可能好多同学喜欢用这个，因为这个很好记，你不需要去找参照物，也不需要去考虑上一级和下一级的关系。所以这种写法呢也是用的稍微比较多一点的。那么以后的话，大家在用这个语法的时候呢，两个路径啊就看自己的需要了。哎，如果想简单一点的用呢，不需要去记很多东西，那就用绝对。如果你能把控的好相对关系，那你可以用相对啊，这个就看自身了啊。好，那我这边呢回测，这样。那么输出的东西呢啊，也是正常的啊，这个是正常的一个执行结果啊。啊 ，ls 后面可以跟着相关的路径啊，跟着相关的路径。这样，那么这个语法呢写完之后呢，其实相当于我们现在呢已经是掌握了 ls 的两个语法格式了。那么 ls 正常用的语法呢，远远不止这两个。因为我们现在的话，跟这个选项有关系吗？是不是还没有关系啊？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加一些选项，看能不能哎让这个显示啊哎更加特别一点。那么用法三，用法三呢井号 ls， 那么路径的话我还是呢待会儿还是用这个 root 啊，还是用这个 root， 这是路径，路径依然在这个地方，但是中间要加一个选项，这里面呢加上一个选项。那么选项有哪一些？这地方给大家列出几个比较常见的选项啊。哎，用法啊，它的一个含义，含义呢就是在列出路径下指定路径下的文件哎和文件夹的所有的一个名称啊，所有的名称。但是，一旦加选项之后呢，是表示列出指定路径下啊，然后文件和文件的名称，并以啊指定的格式来进行显示，并以指定的格式进行显示啊。那么选项的话主要就是来操作格式，因为我们上面也举了这个例子啊，像这个三全呐和清风啊啊只不过是一个修饰词罢了啊，因此这个格式呢其实也就是一个修饰啊。来，常见的啊语法，哎，有第一个呢叫 ls， 哎，然后呢杠 l， 然后后面呢加上我们的路径。然后第二个语法呢叫井号 ls 杠 l a， 然后后面呢加上我们的路径啊。这两个语法呢用的是最多的啊。
那这两个语法分别表示什么意思？那这地方呢，先集中把这个参数啊来解释一下，参数的解释。那么参数的话，这个参数呢，我们也称之为叫选项吧，还是称作选项啊？这个前后统一一下，哎，选项，选项的解释，选项解释呢，第一个选项我们要解释的就是杠这个 l， 杠 l 表示什么意思？杠 l 呢，哎，表示 list， list 啊 list， 表示以，哎，表示以列表的形式进行展示啊，那这个列表呢，不仅仅只是简单的列表，它还表示以详细列表的形式，多详细呢？咱看一下，待会儿看就知道了啊。然后杠 A， 杠 A 呢，表示显示所有的文件，哎，和文件夹（括号）包含了隐藏文件啊，隐藏文件和文件夹。行，我们看一下对应的这个实现效果啊。啊，那么现在的话，刚才执行了这个 ls 杠 root， 它有几个呀？1234567890，是不是11个呀？行，那这个里面呢，永远肯定是不止11个的。我们打开之后，其实你能看到里面的东西也就11个，但是你看到11个不代表它就有11个啊，这是两码事啊。哎 ，ls 杠，先看杠 l 杠root， 哎，你看它显示的东西，这边的话是不是我们刚才对应的名字呀？哎，然后除了名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呀？比如说这个这一块，哎，然后还有这一块，还有这一块，还有这一块，哎，都是以前没有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以前没有这些东西。那么这里面的话，这个信息呢就比较详细了，这个是 ls 杠 l 它的一个用法啊。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呢 ，ls 杠 la， 哎，你会发现，不是更详细了，是更多了啊，是更多了。然后有个特点就是，你会发现多出来的东西都有个特点，都是点开头的。哎，的确啊，都是点开头的，因为 Linux 里面呢，所有的隐藏文件都是以点开头的，和文件夹也是啊，都是点开头的。哎，所以点的之前呢是没有列出来，现在呢已经就全列出来了。哎，这就是这两个命令的一个执行效果。行，那么执行好了之后呢，接下来就要去解释一下这里面一些常用的信息了啊。啊，这个是 ls 杠 l 的一个用法，然后还有 ls 杠 la 的啊 ，ls 杠 la 的啊。行，那我们把这个图呢给它截一下，嗯，往这边来。啊，两个效果呢是啊不一样的啊，这个选项，这两个选项啊一定要记住，它呢这个用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嗯。那么在这个列表里面呢，它列出了一些信息，那这些信息呢啊咱看一些重点的就行了。那么这些重点的呢，看这几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咱先看这边，看这边，啊这个是干嘛的呢？它上面也没有列出表头所指下这什么意思啊？那么这一块的话是指这个文件和文件夹的权限信息，是指文件和文件夹的权限信息，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我们 Windows 下，比如说打开属性之后，它在安全里面，然后呢，在这一块是不是也有权限呢？哎，就类似于 Windows 的这个东西啊，但是它是以这个字符来进行显示的啊 ，Windows 是以界面来显示的，它是以字符来进行显示的啊，就是权限。那这一块的话，暂时先不去记了啊，因为在我们后面在讲权限的时候呢，会专门的去讲这一块这个权限每一个字符表示什么含义。我们后面有专门一天去讲权限的啊，所以这块的话先了解一下。啊，然后重点要看的就是有一个字符我们先得了解一下，就是第一列这个字符。第一列这个啊，第一列这个呢有杠开头的，也有 D 开头的。那么光看第一列可能看不明白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往后移到这儿来。来对比看一下，你会发现前三个是杠，后面这个都是 D 啊，后面都是 D， 但是后面这个是什么呢？对，后面这是文件夹，上面三个是不是文件呢？所以这个第一列呢一定要记着，这个跟权限没有关系，它是指文档的类型，是指文档的类型啊，这个第一列一定要记着，这个我们可以先记一下。
上述列表中的列表中的第一列字符，表示文档的类型啊，文档类型。那么其中其中杠呢，表示该行该行对应的这个文件或者说文档吧说文档合理一点啊，文档类型为文件。然后呢 D 的话表示文档类型文档类型为文件夹当然我们文档类型呢不止这两个不止这两个，目前我们只能接触到这两个，后面你会接触到其他的所以后面的呢先不做介绍到时候呢用到的时候呢再去说。这个摁的很好。行，这两个一定要记着因为后面不说后面了你标红了知道什么意思就行了然后这边呢是权限。这个一和二呢暂时不用管它，然后我们再看这个。root 那这个 root 和 root 呢两个含义不一样虽然它长得一样的，但俩含义不一样。那这个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们 Windows 下也是权限这一块，相当于它，我们下面就是权限，上面就是这个这个呢称之为叫用户组或者说用户名用户组或者用户名。所以呢后面这一节root 和 root 就是一个是这个文档它所属的用户和用户组，用户和用户组这个呢我们在后面呢也会去详细的去讲用户和用户组的这个东西了所以这边先了解先认识一下。然后这个的话数字这个呢就是这个文档对应的大小文档对应的大小单位呢是 KB 单位是字节不是 KB， 单位是字节，单位是字节它没有显示单位那么怎么显示单位后面我们会说的然后三月，那三月这个好理解了，就是月份嘛是吧，后面三月加上后面这个是不是就是日期和月份呢修改的然后最后的话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见的名称嘛对吧，所以这里面这一信息我们现在要特别记的就是这个红色的杠和 D 分别表示什么意思然后下面这个呢就是隐藏文件的显示，其实发现也差不多，发现也差不多，唯一的就是比上面这些多了一个点开头的文件名所以在这里面呢在 Linux 中在 Linux 中隐藏的文档隐藏文档都是呢一般都是以这个点开头以点开头这个呢了解一下就行了知道 ls 杠 la 呢是表示列出以列表的形式列出我们所有的这个文件和文件夹，包含了隐藏文件行，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命令。那么光一个命令我们就衍生出了这么多种用法，当然用法远远不止这么多，还有其他的还有好多。那包括我们后面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跑哪去了没有写，那没有写的话那就现在说一下吧这是第三个用法是吧第四个用法，那么接着看第四个用法。那么这个用法呢就能解决刚才大家所要考虑的这个问题了用法叫 ls 杠 lh 那这个时候能不能加这个 a 呢？可以这是没有问题的那 a 的话隐不隐藏我们无所谓了，我们主要想看这个 h 后面呢加上这个路径加上这个路径这是第四个用法语法四。那么语法四它表达的含义呢是指同样呢列出指定路径下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的名称，那注意是以列表的形式，并且在显示文档大小的时候呢以
可读性较高的啊，可读性较高的形式来进行显示。好，那么看一下这个效果啊，啊，走到这边来 ，ls 杠 l h， 然后呢杠 root， 哎，来比较一下，和前面有什么不一样？大小已经变成了 k 了是吧？啊，大小已经变成 k 了，但是这个单位不是固定是 k 啊，它是以最合适的大小来显示的。如果你的位数，比如说你这个大小的位数达到十位数了，就是它可能就变成兆了；达到七八位数了，就可能变成 g 了。啊，它是灵活变化的这个单位啊。后面呢，我们用到的杠 h 呢，都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边的话啊，它大小呢是可以通过可读性较高的这种写法呢来给它弄出来的啊。但这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目录它为什么都是 4K？ 目录为什么都是 4K 啊？那这个 4K 呢，不是指这个目录就 4K， 这个 4K 目录的话，我们在 Linux 里面所有的目录都是固定显示 4K， 但它不代表就是 4K 大小啊，不代表就是 4K 大小。4K 是指一般你这个文件夹刚创建出来，它就占了 4K， 它在系统里面的地方就占了 4K， 啊，后面即使你东西往里面放多了，它还是 4K， 哎，就是显示 4K 啊。嗯，这个效果，哎，也就是这个地方呢会有变化了，重新截一下，啊 ，4K， 啊，以可读性较高的这个形式呢来进行显示啊 ，KB， 好了，那么上面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 LS 的四种用法，四种用法呢一共有几个选项呢？第一个选项就是 L。第二个选项是 A， 第三个选项表示 H 啊 H 啊，那么三个选项啊，一定要记着这三个。好，这是第一个简单命令。